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玛丽露，她穿着红色的小裙子，她看到圣诞树就会手舞足蹈的跳起舞来。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其实玛丽露在迷你世界中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你们难道不好奇她的两个好朋友是谁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玛丽露，那么请为玛丽露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玛丽露的头顶上居然长有两个兽角，而这个兽角官方大大在她的简介中并没有说她作为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兽角，但是兽角是她最明显的标志，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她的两个好朋友和她一样都长有兽角。哎呦我去，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喜欢玛丽露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那么玛丽露的好朋友究竟是谁？我和学姐发现她的第一个好朋友其实名字叫做丹静。丹静她非常喜欢打鼓，但是小伙伴们请看她的头部，在她的头部有一对兽角，这个兽角非常的奇怪，一个高一个低，并且在她的身上还会散发出闪电，很显然她就是玛丽露的第一个好朋友。那么玛丽露的第二个好朋友究竟是谁？我和学姐发现其实就是天幕星龙卡伯，在卡伯的头顶上也有两个兽角，并且这个兽角还是龙的兽角。在游戏中，卡伯可以瞬间变成一头紫色的巨龙，非常的帅气，半人半妖。所以说在迷你世界中，玛丽露她有两个好朋友，和她一样都长有兽角，第一个是丹静，而第二个就是天幕星龙卡伯。你们知道了吗？